你看阿姐，你看你这香椿有点嫩，你看整多厚，是吧？这根根这骨中嫩着的，是吧？根嵌嵌那里头，还再挺挺都老了。搬吧，搬完土了，搬土了它还会发芽的。以前的时候，你看哪儿都是真正越来越贵这叶儿。那这真着某缺以缺为贵。嗯，说这一点不假。你看你慢点讲，慢点，慢点。去了它都摆好些的，搁那点儿都长老了。没去了，不客气了，姑。不客气，它还会发芽的，发的老高够不着。这地料它发一圈下来够着好够。耶耶，门在二柜啊，底下还有大。煮点香椿酱，我给你送来的。装。你还是看出面条窝溜爬出来了，又掉着香椿窝溜了。今下午来请你吃香椿腌炒的，腌的都叫你尝尝，香不香？你嗨呀，我勒个妈呀！妈啥妈？今天平时吃，俺做俺当劲儿。炒炒香椿叶，放点油，再整点盐。奇怪奇怪，真奇怪，香椿变得可真快。妈，打五个鸡蛋吧。咦，中啊！鞭炮两头放，咱俩想一块儿啊！我也是心里想着弄五个的，弄五个都够煎一盘儿。咦，举神了哟！粗活我干了了，细活交给你了，快。好。这水得落净。这一小团都够煎鸡蛋了，这些料做成香椿酱。这鸡蛋跟香椿叶放一块儿，搅均匀都可以煎了。还有辣椒面，弄点芝麻，搁这油锅里头烹一下，开始做这个香椿酱。搅着倒着分几次加。一会儿再一加盐。哎呀，小哥真喝油呀！那这做酱它都是油多，一会儿差不多。尝尝甜咸，甜不甜？嗯，我这品味你和我吃着可美。中，可美都中。今天我是夹花子的口袋。样样都有，都是可选。吃着味儿咋样啊？左边的鱼汤，右边的三样，有鱼还有羊。好吃就好吃，不好吃就不好吃，别那些花胡哨。